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摇摆，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却不能阻挡它盛开。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盛开，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这心中永恒的期待。我像风一样吹来。没事儿，还是老样子。在美国当大夫也太容易了，预约一个月看病五分钟，就一句老样子，把你打发了。哎，儿子，那个他说有了心脏立刻就能给你换了，是吗？哎，你可千万跟大夫说啊，别给你换个洋人心脏，那这根本就不匹配跟咱。这要换一个18岁金发碧眼一猛男的心脏，那多厉害呀！什么厉害？哥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你们说完了吗？说也白说，3年前就说心功能衰竭要换心脏，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这美国医生就是小病说大，大病说死，要不然这奥巴马医药费往哪花了？我告诉你啊，走路你给我慢点。慢着呢，我好着呢，觉得你们说的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这边完事儿快，小白呢？这小白到附近中国超市买菜去了。
完了。西兰花、培根、冻豆腐全都没了，牛奶还是1%脂肪，不过凑合喝吧。怎么了？你喘什么呀？哪儿不舒服？胸闷。医生怎么说？鸡蛋买了。哟，哎呦，我怎么给忘了？别呀，鸡蛋你买呀！你说我这一忙忘脑后了，真是。忙什么呢？忙着接你啊！我怕你一着急就往停车场走，医生不是说了吗？让你少走路，适当走点路，刺激心脏。哦，医生也这么说来的。Let's get married. I still haven't told you. Let me talk to her. 不行，她现在身体不好，你不能刺激她。喂。喂，你去哪儿了？我倒垃圾呢。咱俩结婚几年了？10多年了吧。北京东城区民政局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民政局那能搬吗？咱俩结婚在那儿领了证，你说这要是离婚还用再去那儿吗？你啥意思啊？Can I say something? Yes. We're in love. We should be together officially. 多正式啊。Let's get married. Married? Mm-hmm. Don't talk here. It's quite cold. Go to the room.好了，谢谢啊。不红。
啊，对啊，这怎么不红了？我们这章啊，新换的，印尼现在没有，要不然我去隔壁借一个。行，不行，为什么呀？盖上不就行了吗？隔壁是办离婚的，在隔壁是房产公证，楼上信访，楼下房证就在。章不一样，印尼都一样。我也不能把别的章盖在你们结婚证上，要不然你们也不同意，是不是？是。 别的印尼上，别的章印。要不然我给你们领一新的，你们稍坐一会儿啊。谢谢。谢谢啊。哟，这怎么回事啊？ 花儿，你买的啊？别动，给我章拿来。你疯了！ 谢谢谢谢，哎，吃喜糖。OK, who first? 行吧，那我先说。反正事情都到这份上了，有什么说什么吧。我心里也有数。 咱们好好聊聊。你成裁判了？你裁啊？咱裁什么呀？结果不有吗？啊？不一定啊。小白，咱俩这么多年也算是有情谊，你真的是想当场就把我气死？ Can I say something? I love Bai. I swear to love her and protect her and to ensure her happines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f someday in the future we were to live together, then Mr. Xu, I would want you to join our family. I want to help take care of you. Stop, stop. 咱俩还不熟啊。 What's your name? Fak. 骂人也是我先骂呀 ，Frank Smith, but they call me Fak. Oh my god, your name Fak, Fak. 我这名字太牛了。不是，你爸妈给你起这名字得多不待见你。这就是叫顺口的。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件事啊。你说。 Stop！ 我问我媳妇儿要开。OK， <Okay>。不是这外援什么时候上场的？一年多了。程序要入啊。Well, Bushu, I love Bai,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right, but I know, I know. 我说我虚啊，身体不行了啊。 心脏要完蛋了，你是趁我虚而入啊！明白了，说的够明白的了。不是，啊，各位，行了，事已至此，也别哭了，事不这样了，明儿市政办结婚吧。 Don't cry.
哭了，说结果已经非常明了了，是吧 ？OK。Mr. Shu, I promise to take care of Bai. Oh, thank you. Good. Brother.带到沟里怎么办、啊？无所谓，我是你的人了，爱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去。哎，我不在你左边，你不会走道是不是？哎呀，你生毛病！我今天非要走你右边。哎呀！今天是咱大喜的日子啊！领扣解开。哦，我错了。解扣子，走右边挑一样。今儿是咱们大喜的日子。哎，哎，没完了你还？啊啊！我先不走这步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先，落死无悔。不是我刚才我是想跟，我不行。哎，是，对不对？老梁，你这活了60多岁了，可就剩我这么一个朋友了。我跟你下了20年棋，没有一回你不打赖的。那你为什么还得跟我下？为什么？因为你太赖，我每回都让着你，看不出来你这。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怎么着，单恋呀？闪开！啊！哎呀！哎，今儿晚上不给你弄糊了，我跟你说，你去，咱找一宽敞点儿。哎呀呀呀呀！老刘，不行，非常。哎，师傅，师傅，消消气，消消气。你怎么动手了？我跟老刘单恋。走走走，回家回家。别玩起公火，是不是？明叔，明叔，今儿我跟小光登记，跟我爸单恋，再约日子啊。登什么记啊？结婚啊。喜糖呢？给你好朋友。你什么人？这都我跟你说。来。这闺女就不是你生出来的，我跟你说，这闺女你像人家这多懂事儿，你这给您放这儿了啊！对对对对对，至于吗？下老刘他宅，哎呦，行了啊！哎，哎，坐住，那什么那个证呢？什么证？还结婚证啊？啊，对，哎呀，嗯，真的师傅？是啊，踏实了。哎，那改口了啊！这叫爸，嗯，爸，爸，让您跟家收拾行李，你怎么又跑这下棋了？哎呀，收拾啥行李？明儿去美国呀？还真去呀？这不，您什么意思啊？我们小两口度蜜月，带着你个老头啊，不去正好。现在跟过去的不一样了。到家了，来。哎，好。你看，光，我发现一个特别棒的路线，去的地儿多还便宜。别看了，吃饭了。嗯。这一路上路过华盛顿，咱们去白宫看看吧。哎，我可不去啊。老头什么意思啊？啊？你还去白宫？这那是哪儿吗？美帝的心脏。你说万一我在门口碰着他们总统，啊，我压不住火，我跟他单挑，你们能拦住我呀？那得人总统有功夫啊。再说了，就您胖成这样，不一定能练得过人家。嘿，胖，他能整倒我呀？师傅，哎，爸，
票都定了。什么呀？哎，你可吃你的吧！不许喝，一喝就喝大。这不大喜的日子吗？我当初不说了吗？蜜月回来就补酒席，到时候有的是时间让您喝。哎，行行行行了。你的，拿去。我怎么三天两头碰一碰，对不对？倒上。今天日子行行，怎么也得连碰三杯。来，快点看我，你看他干啥？那一会儿队里来车接我，明天才有假呢。嗯，你这不这抓呀还是审呢？抓，跟俩月了，收人。那你今晚别喝了。没事，陪您喝两口，明天一早抓。那你还来得及。小光，喜糖啊，有，再跟媳妇儿亲热亲热，时间来得及。嘿嘿，走了。想跑？我往哪儿跑啊？反正明天你要晚了，我就不要你了。反正箱子都收拾好了，晚了我就直接奔机场呗。俩箱子那么沉，我一人根本就拎不动。那我回来拿。一辈子一次蜜月，他们也不好意思耽误我，是不是，孙队？啊？对，走了。把那扣解开，扣那么紧，我看着都憋得慌。好了吗？嗯，好多了，亲一下。走了。跟发哥那儿待一晚上，我们是聊了一晚上。行，还挺能聊。徐天，咱能不离吗？不离，你跟那发哥怎么办呢？走吧，路上咱边走边说吧。咱能不离吗？成人之美是我的优点，这得知道。你痛苦吗？这我要跟你说，我突然还觉得挺轻松了，你信吗？我不信。还挺了解我。咱上车吧。市政十点上班，完事儿我还得奔机场呢。你要去哪儿？回北京。破的，十月份就开始下雪，齁冷齁冷。想念祖国了。徐天，我错了，真的，我错了，还不行吗？错了还不行吗？赶紧上车吧。一会儿路上该堵了。
的要回北京吗？喂，我送你。别麻烦了，那发可需要。我不让他来。是你那么着急吗？昨天说好了，今儿来办事。没有，我真的没跟他说过。行了，现在咱俩是朋友，办事情我们去吧。你心里难受吗？从昨儿到现在特别难受，现在累得我还喘不过气儿，更难受。Thank you. Thank you. Hey, 豆豆，到机场接我吧，我回北京了。航班号回头我发给你。知道起来呀你！哎呀，难得倒个休，多赖会儿。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被你妈伺候。别提我岁数啊，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三十三了，赶紧跟人黄大仙结婚。我才不嫁他呢！就你这个性，人家都追了你五六年了吧都。啊！你非得等人家对你一点感觉没有了，你就傻眼。他对我一点感觉没有啊？可能吗？可能吗？可能。我上对面去啊。一会儿接我哥啊。什么意思？你哥回来？估计这会儿在飞机上吧。他怎么也不吱一声啊？他要回来，给我发微信了。小白跟他一块儿回来，这他没说，就是让咱俩去接他。嘿，这人我真服了他了，说往回跑就。小白，嗯，小白，你在哪儿呢？波士顿。徐天把你给扔那儿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别哭啊！怎么着了？跟我说说怎么了？这是。啊，不是，你们是吵架了还是离婚了？离了。我没听清。离婚了。不是怎么回事？怎么说离就？喂，嘿，他还给挂了。你说行啊，离就离呗，本来我就不喜欢小白。你有心有肺没有啊？你这孩子。老梁，
点行吗？车都到了。来了来了。哎呀，我这俩箱子的，我帮你弄。不用不用，快走吧走吧走。老梁，你这是出远门啊？哎哎哎！同学，那是咱们车呀、啊？这没叫怎么就来了？老梁，你真苦。这人携程的接送机服务。落伍了吧？携程，携程这个服务好啊。哎，先生，麻烦您借过一下。先生，先生，麻烦您借过一下。先生，哎，先生，你怎么了？哎，我是刀美兰。徐天是我儿子。谁呀、啊？航空公司说你哥在飞机上过去了。过去了？啊？这不是你别急，你慢着点儿。这边，爸，嗯，您穿这双鞋出门啊？我不去。你不去？不，你说哪有小两口度蜜月带老头去的？你不是你们两个是要干嘛呀？一个不去，一个迟到，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你，我就是送送你们俩，啊。机票怎么办呀？退呗。退不了，只能改签。那就改，是不是？到期了再改，再改。这不就改下去？哎，那美国人还得寻思，哎呀，怪中国这个老梁头说，哎，今天来明天来，他一直没来，我就不去，我气死他。喂，他们苏队来电话了。哎，郭章。你可别跟我说小光来不了啊！啊！哪个医院呢？儿子，儿子，妈在这儿呢啊，咱马上就到家了。你还知道接电话是吧？你在哪儿呢？你快点的回医院，我哥不行了都。什么哪个哥呀？我就美国这一个哥啊。黄大仙啊。啊。哎，我跟他说。啊，不，不说了，不说，往医院奔吧啊。黄大仙是谁？哟，听着呢，儿子。妈。嗯。我这还没死呢，就请大仙儿。哎呀，你妹夫，黄浩达。谁？
谁妹夫呀？这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同事。哎，豆豆的追求者，心外科的专家主任。儿子，你可得给妈挺住了啊！放心吧。哎，我这胆肥还没交呢。讨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开玩笑？跟着他，怎么样，大娘？啊，说实话，实话。人没了，没了。两道贯穿上，送到医院人就没了。啊！说啊，嗯，说，小光，小光人没了，不可能，人怎么可能凭空就没了呢？人呢？在楼下。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自己掂量。你哥80%上天堂。我说你准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肯定是想上天堂的呀。意思就是不想活了是吧？豆豆，咱俩都是医生，咱得讲科学吧。小黄，你甭理他，你看着我。我看着您呢。我儿子躺着进去了，经你的手，得给我站着出来，你有把握吗？看着我，有吗？几乎没有。为什么？怎么了？主任，这边让您签一个字。哥。米拉阿姨，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你就不能创造一回奇迹？哎，豆豆，你就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更乱了。少废话，把我哥救活了，我嫁给你。不是这事儿，你不能瞎开玩笑的。我没开玩笑。你就是没开玩笑，我也不敢答应你啊！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的？主任，我马上过去。那个，有供体了啊，刚捐献的，准备手术。好。豆豆，刚才你说话算话吗？手术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阿姨，刚才手术去。我去了，我去。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正常的工作。你正常？你正常随便说找个人把鸡蛋就给掏出来了，我要现在要你眼中的铁吗？啊！你我这么讲，你们是干什么的？您不能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小花，
您是梁小慧女士吗？是。我能跟您谈谈吗？谈什么谈？小花，你不跟他谈。老梁，来，我给你谈点正事。来，你跟我走，不跟他谈啊！走，你不跟他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OPO 的工作人员。是这样的，胡晓光生前签署了自愿器官捐赠协议，他的心脏已经移植了。我们也是刚知道你们昨天登记结婚的。根据规定呢，你需要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个白色，你看了一眼的雨，我坐了一夜，看了一夜的你。有个时候，我真的无辜，你笑得莫名其妙，我笑得莫名。对着奇妙的你，有个时候我也很重要，你哭得死去我来，我死了以为抱着活来的你，就想陪着你，就想陪着你，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想最简单的一生陪你不离不弃，就想陪着你，就想陪着你，想最美想那简单的一生陪着你，陪着你，我就想陪着你，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陪着。